当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，北京疫情呈现持续向好态势。在继续抓好各项防控措施不放松的前提下，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，精准做好进返京人员健康管理服务，在常态化防控下，除全国中高风险地区进返京人员需持有到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，全国其他所有地区进返京人员持健康码绿码，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，可自由有序流动，不需在进返京时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最大限度服务人员便利出行。